哎，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我看一下有人讲什么。中间有人，有人在中间，没有，中间是海龟蛋。然后看一下哦，感谢王雅晴金的100颗星星。然后加500颗星星，感谢你。对啊，海龟蛋，海龟蛋。哇，像这个我盖太低了啦，如果真的要盖的话，盖高一点。欸，我们才挂一下下，欸，不是吗？你看下面的挂有58只，所以我们挂太低了，要挂高一点。然后你看下面的挂这样子越高越低，所以怪就会集中在这里。我们看这边就好了。然后我眼前有我附近有三十几只怪，然后眼前有20到30几只怪，这样就对了。所以我们要挂，我要挂在这，其实要挂这里，可是为了好看是要站这边的。好了，因为感觉今天介绍就差不多了。我再去研究，哇，这数量真的是很爽呢。还是你们要看这个，看一个下午，我也是 OK 的啦。F2，靠呀，F1 啦，按错了。上班了，上班了，上班了。可惜就是那个什么，如果哭工啊、苦力怕啊、女巫啊、蜘蛛那些，以后会对海龟蛋有敌意，或是有其他道具的话，那这样子水流式升怪塔就可以不用了。啊，你是不是叫你吴就好了？那，啊，为什么要放火？因为有小鸡骑士啊，你小鸡骑士他摔不死啊。他只会这样子慢慢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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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下来。所以你看哦，这个箱子会有个烤鸡肉，你看，就是因为有小鸡骑士。我本来是放那个萤火，萤火跟那个，还有什么，熔岩块。可是后来熔岩块的话，主要是，你看哦，萤火，鸡蛋，然后熔岩块。快在哪？这里。
走上去啊，上去走。哎、欸，好像萤啊，对，我想起来为什么不放萤火了啦？萤火的烟太丑了，它会把这些都挡住，里面的那个画面挡住，所以我不放萤火。可是放那个火堆，我觉得很丑。然后不放这个的话，是因为小鸡只是走上去被烫到，而不是被烧到。然后萤火也是，萤火不会让它烧啊。他只是受伤而已，不是烧，所以他们只是受到一秒伤害的话，还是会慢慢飘下去。想起来了，就像挂僵尸胜怪专用小鸡骑士，对啊。而且为什么他们跟我？在单人生存盖的不一样啊，因为我之前其实，在开那个单人生存地图之前，我有这样盖过，然后让地图之后砍掉了，我只是拿来盖好玩的。就像这样子啊，你看他们完全不会在这边发呆啊，我的那个，他们就是会直接在这边发呆很久，超级久。你看。这应该就是小鸡骑士飘下来没摔死的。来处罚他。你不能不死，去死！哇，我刚刚看到金剑跑进来了，金剑口香糖。感谢捷云的1000颗星星，我靠！普通天庆从初次到现在终于放半天假，你忙到现在才放半天假哦？啊，你吃饭了没？给你看这个，庆祝你放半天假，再让你多看几眼。你没看到的话，那等下就去玩其他游戏了。F1。感谢你们继续看这个画面好了，我去研究一下拆机眼。不对啊，完全是一样的做法。按下去，地板门下去，然后对准这个，买蛋糕吃，好啊，路上小心哦。F1， 我们再来猜猜看，我不信，明明方法是一样的啊，活塞。TNT 控制杆，任意方块，地板门，我不信。要在爆的那一瞬间按下去就很难啦、啊、是不是太大了？选项音乐先关掉。哦，不行，
形象，因为我要听到爆炸声。按，没按到。哎、欸，好难哦，是要开点气是不是？我们简单一点的方法。我的天哪！我这样不知道耗了几个 TNT 耶、欸，就还好，我先来测试，不然 TNT 花光咯。这里啊，要面对这个角，然后爆炸瞬间狂按啊。嗯。啊，看一下试到现在到底有，原来效率其实真的还不错。看一下哦、喔，刮到现在还没一个小时、欸，好啦，先到这边。打个凋零头，我们就出发。咻！晚点来研究了，再找看看有没有其他破鸡眼的方法。小子山安，最近有看手机翻吗？不知道。我有没有问过新番吗？反正在看那个阿甘，本来有在看那个、啊、那个怕痛的我全部点的防御力，这个是之前我在玩那个靠边啊，我之前在玩那个欢乐场，前年吧，在玩欢乐赛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有跟他们说我有在追一个漫画，可是之后就是没有出了，因为它只是小说改编的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会少一格？对啊，不然这样我怎么过去？这边少一格哎、欸！有高哦！啊，好像自己猜的啦，白痴哦！往这边就好了。OK。然后后面没有看，是主要也是因为，就主角每个主角都开外挂，可是那个外挂开太凶了，就感觉什么都给他打就好了，就后面就比较少在看那一部。
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主角很可爱啊，很漂亮啊，他只是就是真的太强了，就比较没有在看。有事主角负责。那后面就没追什么了哎、欸，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动漫动画我在追。我一直说要把我英拿来看完，可是我一直没有看。我的英雄学院，我到现在真的都还没有认真看完过哎、欸。每次都是在菜渣那边，他们是说哦礼拜六了，他更新了就看一起看这样子。看我应跟手指，我目前唯一看完的动画，不是唯一啦，少数的动画就只有几个，一个是火影，火影的动画我是一定有看完。哎，不对，火影我的动画版好像是没有看哦，我是看漫画的，动画看完的是家庭教师，那再来。好美了、欸，因为火影忍者到很后期，到忍界大战的时候就没有再看动画了，因为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了，只剩电脑。因为其实那时候很多动画都是看电视跟着追这样子，没有在线上找什么的，因为那时候什么都要账号。啊，以前的我就是那么的穷，啊靠！现在也没有说很有钱啊，就只是。有人分享那些免费的连结，就会点进去看那样子。以前啊，那很早以前了。哦。可是我觉得，都大家都说太拖，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看啊。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。家教第二季到底什么时候要出？已经十年了欸，已经快十一年了吧？像家教，我是蛮喜欢他的那个设定跟故事背景啊。啊，只是我现在讲哦，不是要宣战哦，我是觉得为什么阿刚每次都是到紧要关头后初代才那个帮他解封印？啊，干嘛不一次解？你看一开始拿到指环那个什么，解锁他的那个手套的时候，不一次解，要在白蓝篇的时候又解一次，然后西蒙篇的时候又再解一次，然后最终的时候又再解一次，你不觉得在冲他小有没有？有讲法是说一次解的话，那个可能力量太大，那个主角控制不了。我是觉得，那既然那么强。考验。可是他这样子就跟那个医护一样啊，死神他也是，死神他也是那个啊，也是一直拖一直拖，主角莫名其妙变强的不是吗？没有啦，我不是说家教不好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啊，就讲的嘛，一开始哇。就这么强，一开始就 SSR 这样子，你要慢慢吃肥料上去，而且还是，你这只角色已经练满了之后，是官方送你免费升阶的素材这样子，那再继续练，练到后面官方再送你免费的素材，这种感觉。哎，如果说动画的话，猎人算吗？因为猎人也是我蛮之前乙完篇的时候就开始狂，
蚁王有那个新猎人嘛，蚁王篇的时候就开始追了，不是追啦，就还是有在看。可是就是漫画版的都是文字漫画啊，真的看了就很烦。游戏人生哦有啊，动画才有啦，我没有看小说，没有看漫画。我游戏人生也是跟蔡渣他们看的，我那时候一开始接受不了，因为他的线稿太亮了，我眼睛看得很不舒服。然后也是很多人推说真的好看要去看，我才勉强看了一集，但是真的受不了。那后来是蔡渣他们跑去看那个电影版。我是先看了电影版之后才回去从第一集开始看。我也比较喜欢旧版猎人欸，旧版猎人比较有那种冒险的感觉，新版猎人主要是因为他在推剧情啊，太快了，而且旧版的猎人那个风格我也比较喜欢，有那种真的在冒险还是什么的那种 feel。去年追的，所以是看新版。那个以旧版的猎人是那种旧旧的画风，不是旧旧，是旧版的画风，比较喜欢。听到。每个台主都蛮会这样讲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猎人真的完结篇是在《贪婪之道》，蚁王篇那个是番外篇，不是很多人这样讲吗？蚁王篇是番外篇，猎人在《贪婪之道》就完结了，《贪婪之道》比较好看。哇！没戏啦。给我你的头。有生之年系列，你也要啊？还有一个漫画我有追完的，突然想到，游戏王。游戏王是到那个王之记忆后面的，我是从漫画。漫画我之前从那个游戏王国，不是游戏王国，那什么贝卡斯那个开始就买漫画，前面都还没买，那一路买到后面那个，也不是我想一下啊，我是决斗城市开始买漫画看的，决斗城市偏后面开始买漫画的。因为我有一个漫画，我一直还没有去买，因为我去问很多书局，都说没有在进了。就是游戏王的第十八集漫画，那一集在演什么嘞？还是17我忘记了，反正17、18，那一集就是黑魔导女孩登场的那一集漫画。我一直要找时间去买，好像网络上不知道有没有，我还没有去看。就黑魔导女孩，然后之后也要买一个，是那个游戏王 R 是那个游戏王结束后的那个番外篇。再说那个，靠逼啊！如果头颅掉下去，我会开创造哪一颗头颅出来哦？游戏王 R 是在说那个邪神。有三幻神，有三邪神。我拿三邪神的设定，我也觉得很喜欢。我觉得最屌的是他的那异神龙，他的攻击力决定于场上攻击力最高的一只，然后再额外加一。我就是超 OP 欸，你永远都可以扣对手一滴血。
暗杀教室哦，有啊，我跟你讲，暗杀教室在第三集漫画第三集的时候就在追了，然后我那时候也有 po 在我的个人的粉丝页面上面，然后是 po 完之后过两年就有说要那个出动画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很早以前就推身边的人去看。然后没半个人说，没半个人想看，是每次都出动画才有人想要去看，就跟鬼灭一样啊，跟巨人，进击巨人是好像我是第十三集就有在追了，然后也是动画化之后一堆人跑去看，嘿咻。没有啊，游戏王就是也是比欧洲协同的游戏哈。讲是这样讲啊，但是我还是很爱看。史莱姆。哦，新石纪是我只看动画，我本来是看不懂啦。那时候第一集出的时候，那时候看不懂在演什么。然后是有一些粉丝团嘛，就很喜欢把一些片段剪起来，然后等于是那种懒人包有没有？那就刚好看到有一集是那个西瓜那个近视嘛，然后那个头套，这什么鬼东西？就好奇从头开始看，哦，然后觉得哦，好看。那至于史莱姆的话，是最近那叫什么？退曲有播那个木棉花的东西，就跟着看。就谨慎勇者、史莱姆，还有什么？最近在看什么？谨慎勇者、史莱姆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什么？然后这两个吧，哦，你也是在退曲看的吗？哦，同类，因为前阵子就是半夜在剪片，无聊就是开着听开着看，哦，还有哥布林杀手，我哥布林杀手是觉得第一集好看啊，后面就没在看了，你知道反正第一集的那个每个人都会问说。那个什么，请问女格斗家过了吗？什么之类的，你们懂哈？就会说，请问女格斗家结束了吗？然后说结束了，那我晚点再进来什么的。哎，对啊，我那天不是有个标题，就是看谨慎勇者看到哭出来，就是看那个啊，真的会飙泪。奇诺之旅没有哎、欸，没看过。YT 看木棉花 ，YT 的木棉花比较少人看，因为一堆比较好笑的人都在退去看，都可以看聊天室在那边笑，我就看聊天室在那边笑很半笑半天。有时候断考的时候会边退去循环播放。哦，你是直接不是手不是直播的，是直接看他的影片档是不是？哦，是啦。欸靠，要爆了欸，这个要扔掉，这个没有用。你喷啊！快下哦。欸，好满哦。我研究一下下。应该可以带回家了吧？碳可以做成碳砖，骨佛可以做成骨块，然后，岩浆方块可以分解成史莱姆球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